小猪佩奇和弟弟小猪乔治正在认真刷牙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，用粉色涂小猪乔治的头部。用玫红色涂小猪佩奇的睡衣，用绿色涂小猪乔治的睡衣。用浅蓝色涂墙壁。用浅蓝色涂墙壁，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